其实我们的刀具我们自己一眼就看得出来，在新刀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刀是不是我的啊。他线切割割完割的时候，像他们没有这道工艺的，它的颜色跟我这个颜色不一样的。我这颜色侧面，因为平面你磨完你不知道，侧面的话我是黄黄的颜色，而他们就是黑颜色，线切割的时候有这种颜色。